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家，我是家哥。嘟嘟，哎，我都没有弹起来。欢迎来到我家，今天家哥要分享的 vlog 就是首饰品们，其实也不是首饰了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饰品们，因为可以戴在不一样的地方的。然后家哥前两天在翻淘宝的时候呢，就翻到一家店，它是你鞋子上的饰品，真赞！家哥购入了这么多，它是这样子套在这个鞋上面之后呢，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扣，首先你要把它的钻给露出来啊。这个前面这个钻你一定要是看着前方，它不是你这样走动的时候会动嘛？然后它上面有个扣，你就给它扣到这个鞋带上面。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，好不好？是不是非常的闪耀，非常的好看？它其实这一条上面它配的是有一个字母的这个。对不起，我的桌子，我把我的鞋子放在上面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桌子。它这个是两串一起的，直接给你们这样也是。就是我并不是说让你把所有的这些钻全部镶在一个鞋子上啊，分均匀一点，宠爱你的每一双鞋。也是这个，它不只是运动鞋上面可以戴这个，其实它的靴子也可以戴上。是不是有没有很闪亮？像我这种浮夸的人就喜欢戴这种很多 accessory， 我喜欢戴很多 accessory 在自己的身上啊、鞋子上。所以这个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你们猜猜多少钱？这一个是75块，这一条链子是75块的。它还有别的是镶在它的那个，还有一个是这样子，它不是钻链，可是呢它是前面有一个钻，然后它旁边的就是这种铁绳。我这个买的是18块钱。18块钱你就拥有了这条街最亮的仔。我好像在直播啊，我怎么就像在直播，我只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，只它真的很便宜，然后很好看，你可以镶在每一个鞋子上，只要它前面有这个鞋带的话你就都可以镶，然后走路还不晃。我真的是个浮夸的人，就反正乱七八糟买了一大堆，就看上台真的很好看。我还买了那个钻的鞋带，你可以镶在那上面，这个也是有好几个大的闪的钻在上面，这个大的钻就是这样镶在后面的，然后就是前面的话就看不太见，可是你的脚后跟让你的脚后跟闪闪发光，好不好？我这次出去工作完回来我才收到，然后我妈才跟我讲，来我的这个快递已经到了，还没有把它全部穿到鞋上。这个也很好看，这个是那个鞋带，就是那个闪的那个鞋带，它全都是这种小钻，所以你给它镶在鞋子上，你只要一只鞋子是这样就行，给它一个 point。一般你脚上饰品很多的话，那你的身上其他的地方的饰品就要给它减少，要不然看起来太像圣诞树了。虽然我也很喜欢圣诞树，喜欢挂来挂去挂很多。我总感觉我的这个介绍不会有人喜欢，我讲越介绍越来越没有底气，就只会说孟佳在淘宝上也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，看不懂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它这个是它后面有一个这样子的盼盼，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卡在这个鞋带里面，然后这个就特别的不浮夸，你可以低调的小奢华一下。这个也就10几块钱，我在淘宝买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走路自带滤镜的那个。你的鞋链子我就介绍到这了哈，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，真的好看，便宜。我买了这么多，要卖快不到吧？我买的比较多，它一条最贵那条就是75块钱，现在都是28、15块，很值得，很值得一买。好了，然后就是我的一些钟爱的首饰和夹子们好像我的朋友一样，就是这款夹子，我觉得可能有仔细看过我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应该有看到过，就是这个花的夹子，然后它是也是我在淘宝上面找到的，就是它特别的，第一方便，第二洋气，第三实惠。我真的好像在做直播，拍的这样直播，我只是想跟你们介绍，就是介绍一下这个，就它特别方便。你有的时候有一些夹子是那种卡进去的夹子，我就觉得夹子特别不方便。然后它，我之前在淘宝买的，我给你看，它的这个大瓜的是48块钱买的，行不行啊？就一个是48，不是说两个，它有好几个，它中间那个钻有好几个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它有这样的黑色的花，然后有这种银色的花。我之前还把它这样夹在衣服上做 accessory 这样子夹。然后有些衬衫也是，有些白色衬衫有的时候你可以夹在这个领口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做 accessory， 或者是夹在那个帽子上面，我之前也有夹过。帽子上面的话，我就建议就是夹那种小小的。然后他们家有些饰品也非常好看，牌子字幕上嘛，牌子字幕上，来截屏截一下。这个裤子我知道。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红色的就很适合我现在穿的红色的衣服，我不一定要把它夹在头上。就直接作为一个装饰品来装饰我的衣服，当然也可以夹在头上，那
这里看起来更加可爱性感迷人，可爱性感又迷人，就是真的很方便。我喜欢这样子的夹子，我不喜欢这样就直接这样卡进去的，它会本来夹克发量就少，本来夹克发量就少，完了呢那种夹子简直就可以夹掉我真的 N 根头发，每次不是心疼的，真的是心在滴血。然后他们又出了新款，然后是这种蝴蝶结式的那种，价格也都是非常很实惠的那种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它好几个颜色，它这还有白色，还有蓝色，还有绿色。我反正昨天回到家之后，我就这样夹，我妈还在问我说：“哎呀，夹个小蝴蝶结呢，那么可爱。”我昨天是夹在这两边，我今天扎了两小辫，我就把它夹这儿，挺好看。干不起，像这种洋气的东西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应该是他们家新出的吧，是那种很适合上晚会啊。这个平时戴就有点夸张，可以大可不必。你今天要出去跟姐妹们、集美们什么郊游啊，去那边玩啊什么的，穿上你的小礼服，就戴上这种耳环，很闪。就它，我觉得今后我有演出应该会戴上这个，就很适合舞台的。像这种又便宜又好看的，大家非常爱。像这样子的夹子，用时装的夹子，就感觉比较，这个比较高大上，这个比较适合就是头发非常非常直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卷度，然后特别干净的夹一个那样子，就看起来会很高。然后大款，哦，它这个是那种夹子，特别适合夹这种发量少，自黑没底线的，特别适合那种发量少的这种，夹一撮夹在这儿，或者夹在这儿 ，freestyle 一下。哇，我的发量竟然可以支撑住它 ，amazing！ 哦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也太土了吧，夹在这儿。夹在这就好了呀，是不是好看？不重哎，我是小小的发量都可以驾驭，不用任何言语好吗？有种钓鱼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有钓鱼的感觉？因为发量太少了，对，它会晃啊晃啊晃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别动嘛你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嗨，哎，这样是厚一点，厚一点。还是放弃，我也就只有这么多发量了，哎。然后呢，就是要介绍我现在耳朵上戴的这个了。这个是我的一个哥哥他做的一个品牌，就是之前大家应该都有看过，我经常戴的一条手链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他手工，真的是纯银的，然后他手工自己做的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Manja， 就是我跟他定制做的一个我的手环。然后嘉哥就喜欢戴这种特别粗犷，哎，这个我手上戴的这个也是他的。价格有点贵，因为它是纯银的，因为它全都是手工自己做的，所以它那天它寄给我好多，我都还没跟你想要说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个是今年特别流行的猪鼻子的手链跟那个项链，最近今年都特别火这个。哎，它那个银就是这很纯正的这种银，然后我一般戴了他们家的首饰的话，我都不会取的，就洗澡睡觉或者干什么，我都不会把他家链子取下来，我就是一直都戴着。就我这个戒指，像我这个戒指也是，就它的那个手工制作的那个能力特别强，然后它每次制作它也不是那种说真的是像银一样，它是有一点点故意把它做旧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这个链子要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今年呢大家都知道特别流行珍珠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，这是他们家的一个珍珠的项链，特别好看。今天 hip hop 圈啊，那些 rapper 啊都是戴这种叠戴的，然后戴一个珍珠，戴一个纯银的这种，这样配置就非常好看。而且它的这个链子也不是说特别长的那种，不会让你戴起来感觉有负担感。然后你觉得这个链子你不想让它在前面就给它穿红去就行，就纯就是一个珍珠项链，很巴，用李斯丹妮的话就是很巴，很不错，非常的喜欢。我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哥哥好像也开了个淘宝店，到时候字母名字在这儿，大家看一看。这都是嘉哥最近就是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的银饰的戴品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戴金色的东西，可能是我的皮肤太白了，我总觉得就是皮肤稍微黑一点的人，像王菲菲啊、沈梦辰啊，让他们戴金色的会比较适合，也不是说一定是皮肤黑，就是小麦色比较健康肤色的那种，他们戴金色的话就有种高级的感觉。可是我戴金色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戴得特别别扭。如果除非说今天真的是衣服是金色的主题了，那我肯定会佩戴一些金色的这种首饰。大哥一般都是佩戴银色的，都是戴银色的比较多。我觉得银色日常戴的话会比较高级。如果像我一样这样肤色的，我建议你们戴银色的。然后你们觉得平时戴日常有点太像我这种太浮夸了，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戴那种特别细小的那种。像我的这种戒指，这个是白金的，它是特别特别软的。我已经戴了有3-4年，戴它你日常生活完全不会有任何对你不会有特别的任何的影响。所以嘉哥一直都戴着，有点像我的幸运戒指一样。之前其实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越戴它会慢慢的撑大，一些银饰和金饰都会这样，它慢慢的都会有点变大。所以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我都是买比较小号的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啊。像这个戒指有点小贵，因为它毕竟是白金的，可是嘉哥这4年来一直都没有
除非他真的是在我跳舞或者我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我以前是十个手指头都戴上了的，可是就是突然再去观察他的时候就不见了的那种，有点烦人，可是我又很喜欢，所以戴它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一直想要戴着，有一个安全感，然后有的时候没事还可以玩一玩，就是这样啦。好啦，嘉哥的视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欢迎来我家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喜欢嘉哥介绍的视频，好不好？下次再给你们介绍其他的，嘉哥视频还有好多好多，所以咱们慢慢来，拜拜，欢迎再来我家。